老板，我要珍珠奶茶半糖去冰，谢谢。老板，我要买珍珠奶茶。只有珍珠奶茶半糖去冰可以，假音，很严格哦。好，练习一次。老板，我要珍珠奶茶半糖去冰，谢谢。对，老板，我要珍珠奶茶少冰，珍珠奶茶少冰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就问你要什么糖，你说跟我一样甜，跟我一样甜。来看可以拿到几分钱，走。前进前进，不要怕，而且还是男店员，你死定了。还记得吗？在练习室。珍珠奶茶少冰，珍珠奶茶少冰，谢谢谢谢。还有什么糖？跟我一样甜，跟我一样甜。好 ，OK。出动啊！你那边够够够啊！身体还站在这边。老板，我要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半糖少冰。老板，你没有问我甜度要多少？不够啦，你讲啊。跟我一样甜。谢谢老板。没有谢谢，你要拿钱出来了。谢谢老板。我没有，我身上只有20块。别气，我没带钱出来啊。是啊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好帅！要捏快滚！要捏！谢谢老板，我等一下过来付完25块。谢谢老板。怎么了？他给你多少甜？你有多少糖？小冰吧，不是跟我一样甜吗？